我们明了这一桩事情，把它翻过来，我们延迟戒律，别人不吃，我自己吃，修六合敬，不希望别人对我六合，我对一切人一定六合。六合敬戒律都不是教别人学的，佛教我学，我要学，与别人不相干，这就对了。那么我们持戒，别人破戒，甚至于还劝我破戒。我要不要听他的呢？听他的，犯无间罪业的罪过啊。将来堕地狱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比丘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处置？灵舍生命也不能破戒。根本戒就是最普通的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再加个不饮酒。这个五戒是根本大戒。出家不但学这个，比丘有250条戒。通通要遵守啊。那么现前的社会，出家人不谈戒律了，谈戒律机会很多。真正想学佛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自己好好学。绝不要求别人。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。听到了，见到了，决定不能批判，不能批评。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。懂得什么叫独善其身？